弟弟，别生气。哎，二位长官有什么吩咐？是这样的，附近有恶鬼出没，需要你帮忙守护一下。在华剧当中饰演土地公，这位就是资深演员张国栋。去年以91岁的高龄，还可以背剧本演戏，身体看起来非常硬朗。没想到昨天就传出他因为胰脏癌而离世，享受92岁。张国栋在演艺圈的资历超过70年，号称是最佳绿叶，曾经获得2届金钟奖男配角。得奖的是张国栋，我是今年入围的年纪最大的一个，感谢我们制作公司公共电视给我那么一个废物利用的好机会。2009年获奖时，张国栋的幽默致辞还让大家印象深刻。张国栋真的是活到老演到老，可惜胰脏癌来得又急又快，短短不到几个月，病情就急转直下，如今突然离世，让亲友都非常不舍。好，另外说到。